一把珍贵的泥土。有一日，佛陀在一个贫穷的村庄里面乞食的时候，遇到一些小童在污泥路上嬉戏，他们正在用泥沙堆砌着一个城镇，内里有城墙、仓库、住宅，甚至河流。他们见到佛陀和比丘行近的时候，一个小童对其他的话：佛陀和比丘路过我们的城镇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们供养啊？其他的小童都觉得这个主意很好，但是就说了：我们只是小孩子，有什么可以供养佛陀啊？提出供养的孩子说：听住啦，朋友，我们的泥沙仓库里面不是存着很多米粮吗？我们可以拿一些来供养佛陀的。其他的孩子都高兴得拍手叫好，他们从泥沙仓库里面掘起了一把泥土充当他们的米粮，将它放在一片树叶上。想出这个主意的孩子跪在地上，双手恭敬地将泥土代米奉给佛陀。其他的小童也都在他旁边跪下。小童说：我们城镇里面的人现在敬上仓库的米食，希望你会接纳吗？佛陀微笑，他在小童的头上轻轻拍拍说：孩子，多谢你们给我们供养这么珍贵的米，你们真是有心思。佛陀转过来对阿难陀说：阿难陀，请你收下这些供养，回到精舍的时候，用一些水将它拌匀，抹在我房子的泥砖上。阿难陀接过了那把泥土，小童请佛陀坐在一棵榕树下的大石上，阿难陀和众比丘也都围在一起。佛陀讲了一个故事给小童听：在很多世之前，有一个太子名叫慧斯彭他罗，他是一个慈心慷慨的人，他成日将自己的财物与贫穷和有需要的人分享。他的妻子马达利也都有同样的心量，他知道丈夫很喜欢帮助别人，所以他对丈夫送这么多的财物给别人从来都没有怨言。他们有一个名叫蛇伦的儿子和一个名叫亚里斯纳吉纳的女儿。在一次饥荒中，维斯彭他罗太子取得他父王的同意，从仓库里面分派布米粮饷给饥民。人民的情况非常恶劣，以致仓库的储存几乎派得一空，这就引起了一些大臣的微言，他们意图阻止太子继续这样做。首先他们提醒大王，如果太子继续这样，国家将会受害。他们透露太子曾经送出了一头宫中的宝象，令到大王亦都为之愕然。最后他们成功说服大王将他唯一的儿子送到蛇夜屠罗的边远山区，让他一常艰苦简朴的生活。慧斯彭他罗、马达利和他们的两个子女就这样被放逐了。在往山区的旅途中，他们遇到一个乞丐，太子将自己身上的外衣脱下送了给他。再遇上其他穷苦人的时候，马达利又将自己的衣服施赠了给他们。没多久，蛇伦和亚里斯纳吉纳也都将身上的衣服布施了。一路上，他们一家人将全部珠宝财物都给了有需要的人。未到达山区，他们已经什么都没了。最后太子更将他们乘坐的一车两马都施予他人。太子抱着蛇伦，马达利亦都将亚里斯纳吉纳抱起来。就是这样，他们毫无怨悔地步行，直至抵达蛇夜吐罗。他们一边行一边哼着歌谣，不觉得有一些烦恼，他们心里面逍遥自在。这段路程很长，在到达山上的时候，维斯彭他罗和马达利的双脚都红肿流血。好彩他们在山坡上找到一间被弃置的房子，是从前一个人士居住过的。他们打扫一番之后，就搜集了一大堆的枝叶做床。森林里面有足够的水果野蔬供他们食用，两个孩子很快就学会搜集食物，用泉水洗衣、播种和园作。太子和妻子一起教孩子们认字写字，
将大片嘅树叶丫充纸张，有刺嘅树枝做笔。虽然佢哋嘅生活艰苦，但系佢哋都好满足咁过咗三年平静嘅生活。有一日，维斯彭塔罗同马达利喺外面采摘野果翻嚟，发觉一对儿女被人掳走咗。佢哋喺附近嘅村落四处寻找，亦都揾唔到佢哋两个嘅下落。最后，佢哋带住疲惫同失望翻屋企，指望孩子们已经自行归来。佢哋喺房子里面见唔到孩子，但系就被一个皇宫派嚟嘅官差吓咗一跳。当官差话俾佢哋知，舍伦同厄里斯纳吉纳都平安无恙，喺皇宫里面同大王一齐嘅时候，佢哋都喜出望外。佢哋查问事情嘅原委嘅时候，官差们就话俾佢哋知，数日前一个宫中嘅夫人喺市集见到有人喺度卖孩子，佢认出两个孩子就系太子嘅一对儿女，于是佢急忙翻屋企话俾佢当参谋嘅丈夫知。佢立即去到市集，话俾嗰个商贩知，将孩子带到宫中，更保证佢会获得厚酬。大王亦都认得出破衣污脸嘅孙儿，佢发觉自己实在非常之挂念你哋。大王问：你系喺边度揾到呢两个孩子噶？你将佢哋卖咗几多钱？但系商贩未及回答，嗰个参谋官就先话啦：陛下，女嘅卖1000两黄金同1000头牛。男的卖100两黄金同100头牛。当时每个人都觉得非常奇怪，大王就问了：为什么女的会卖得比男的贵那么多？参谋官回答说：你肯定珍惜女的比男的为多，你从来都不责骂公主们的联行，就算是宫中的婢女你都待她们好好，你只有一个独子，而你就将佢放逐到虎豹出没同只得野果做食嘅山区，你唔系好明显咁重女轻男咩？大王不禁流泪，佢话：请你唔好再讲落去啦，我明白你嘅意思。大王得悉相反，亦都系从山上嘅另一个男子嗰度将孩子买翻嚟，于是佢俾咗一啲银两嗰个商贩，叫佢带领军警前去缉拿绑匪。抱住两个孙，大王细问他们这几年在山上的生活状况，他下令将儿媳接回都城。自此大王十分珍惜儿子，更协助他致力于救援贫苦大众的工作。小童们都很喜欢这个故事，佛陀笑着对他们说：维斯彭塔罗太子很高兴和众人分享他所有的东西，今日你哋同我分享咗你哋仓库里面嘅米粮，你哋令到我非常高兴。你哋如果每日俾其他人一啲啲嘅礼物，亦都可以令到佢哋好高兴嘅。呢啲礼物未必系要买翻嚟嘅，将喺田里面摘嘅一朵花送俾你哋嘅父母亲，已经会令佢哋感到非常高兴啦。一句感谢嘅说话或者一点爱心，亦都系好珍贵嘅礼物。一个慈祥的目光或者表示关怀的举动，也都可以帮别人带来快乐。每日都给你们的家人和朋友一些礼物。我和比丘们要走的了，但是我永远都会记住你们今日的供养的。小童答应他们会相邀多一些朋友一起前往紫园精舍探望佛陀和比丘，他们很想听佛陀讲故事。下一年的夏季，佛陀回到王舍城说教，之后他又前往灵鹫山，率博家去到那里探访他，而且邀请佛陀去到芒果园住几日。佛陀接纳邀请之后，就相约阿难陀在那里会合。这位医师的芒果园林令人清新凉快，那里的树已经是第八年结果了。率博家一早就帮佛陀打扫好房子，又每日都做啲素菜俾佛陀供食。佢提议佛陀暂停乞食几日嚟恢复体力，又用一啲山果根叶泡咗一服草药俾佛陀调养。有一日，佢哋一齐共坐嘅时候，率博家话：世尊，有啲人话你让比丘吃肉，佢哋扬言乔达摩可以容忍杀牲口嚟供自己同埋弟子所食，
一些人更指责你要其他人给僧团供肉。我知道不是真的，但是我仍然希望听下你在这方面的意见。佛陀回答话：叔伯家，那些话我准许杀牲口做食的人，不是在讲真话。其实我已经不止一次讲过这个问题。如果一个比丘见到其他人为他供食而杀动物，那个比丘当然要拒绝受供。就算他不是亲眼目睹而只是闻说，他亦都应该拒食。再者，就算他对所供之食有此怀疑，亦都一定要拒绝。说博家，依照乞食的习惯，除非他知道供者是因为被比丘供食而杀牲口之外，一个比丘是应该接受任何乞到的食物的。知道比丘发愿慈悲的人都会只供养素食给僧人，但是有时他们真的只有肉类食品。另一些人就因为没有接触过佛、法、僧，所以不知道僧人食素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比丘为免冒犯供者而令供者失去接触大道的机会，就应该接受他们的供食。说博家，总有一日啲人会明白比丘是不会想杀动物的，那时就再没有人会供肉食给比丘的了，而比丘就可以全部食素了。说博家说，我是相信素食比较对身体有益的，素食的人觉得比较轻快和没那么容易生病。我已经持素十年了，我发觉我的健康很好，而且更培养了我的慈悲心。世尊，我好高兴获得你给我的明确指示啊。说博家同时也都赞许僧团改变了食隔夜食物的习惯，那些食物是会变坏而导致生病的。佛陀好感激说博家，而且邀请他去到精舍再为比丘们讲说基本的卫生习惯。